上次我们上次洗澡多少钱？然后呢？太热了，躲起来了。冲到里面躲呀。我们都看到了，一件都看不到。就在那边呢，那边呢，那个、啊、那边呢。那这很远呐，嘿，爬出来了，爬出来了。那东西要看什么？猴子。这是黑猩猩，不是猴子，嘿，猴子它们有尾巴，嘿，嘿，对，黑猩猩，嘿，对，黑猩猩，为什么黑猩猩的屁股是肿的？它们是七只，有都是女生，它们屁股肿哦，就是七只都是女生，对，七只贝贝哦，七只黑猩猩。对，那他们的屁股怎么了？他们屁股就是花墙的现象。那他们为什么那边好吃？你好，有小鱼。好，来坐。